来，麻烦你看一下这里哦。他说所向是三，公比是二，求 S 时前十项总和，靠总和公式，麻烦你靠等比总和，麻烦你先把公式写出来，行不行 ？S n 等于几？它等于 r 的 n 次方减一除以 r 减一，还可以写成一减 r 的 n 次方除以多少？一减 r。而这题基本上公比是几？二，比谁大？比一大。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带这个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所以说老师问你 S 十怎么算？而前十项怎么算？它等于 a 1，所以告诉我首项是几？三 ，r 是几？二，几次？十次减一。所以 r 减一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 a 1是几？三 ，r 是几？二，几次？十次方减一，所以 r 减一，行不行？只要这边二十次方是几？一零二四减一，一零二三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算出来是三零多少？六九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 S 十是几？三零六九 ，OK。